你周末有什么计划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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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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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近有没有好吃的餐厅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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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以请你跳舞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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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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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周末你想出去走走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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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去公园野餐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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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喜欢旅行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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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近你去过哪些有趣的地方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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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对摄影感兴趣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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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通常周末喜欢做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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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们可以一起去爬山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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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喜欢哪种类型的电影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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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没有兴趣学习一门新语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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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去海边度假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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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平时喜欢做什么运动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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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周末有什么好玩的活动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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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一起去逛街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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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对美食有什么推荐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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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可以去咖啡厅聊天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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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喜欢看书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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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城市有哪些好玩的地方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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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个城市有哪些好玩的地方？这个城市有哪些好玩的地方？你对艺术展览感兴趣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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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周末通常怎么休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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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们可以一起去听音乐会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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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最喜欢的餐馆是哪家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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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可以去做一次户外探险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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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对历史有兴趣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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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一起去看展览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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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对做饭有兴趣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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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城市的夜景很美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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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去爵士酒吧听音乐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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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周末喜欢去哪里放松？
你周末喜欢去哪里放松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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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一起去做瑜伽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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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可以去登那座山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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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对哪些类型的电视剧感兴趣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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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公园适合晨跑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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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可以去海边看日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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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最近读过哪本好书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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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可以一起去学习做寿司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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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对摄影感兴趣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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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去动物园看熊猫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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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喜欢户外活动还是室内活动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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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喜欢户外活动还是室内活动？你喜欢户外活动还是室内活动？我们可以一起去游泳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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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对哪些美术馆感兴趣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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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可以去河边野餐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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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周末喜欢去哪里散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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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可以去参加一个烹饪课程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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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对参加文化活动感兴趣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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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可以去湖边划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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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